表演。那么彼此都是永吉国小的好朋友，希望各位同学能好好的利用时间，把握时间，别让美好的时光轻易流逝。不晓得各位来宾有没有注意，刚才在台上有位同学使用了长得很像吉他的乐器，它不是吉他，它叫乌克丽丽，只有四条弦，声音比吉他更好听呢。接下来我们欢迎四年五班带来的奇异恩典以及青春舞曲，钢琴伴奏徐丽媛，中音笛陈婷宇，我们掌声欢迎。